党权明星蒋史获得了单推巩俐后又多厉害。在僵尸的世界里，全明星僵尸可谓是相当的厉害，他飞奔入场，在接触到第一株高度正常的植物后将其击杀，此后他将正常行走。虽然很多植物都死在了他的撞击之下，但是他对于自己的功力仍然不满足，听说有一个大仙可以帮助他练就单腿功，所以他找到了这个大仙。大仙您好，能帮忙传输一下您的单腿功给我吗？如果您愿意的话，大家会给您点赞关注扣666，并且我将会替您出去击败其他敌人。要这么好的条件，看着大家的点赞666的份上，那我就答应你吧。一瞬间，全明星僵尸获得了单腿功，一脚踢下去，敌人的裤裆立马爆炸，可谓是爽歪歪美滋滋。大仙派他去击杀一些僵尸，我们来看看单腿功到底有多厉害。感谢陪伴，下集再见。